Angelababy 杨颖最近事业可谓风生水起，不止剧接剧，连综艺节目也源源不断。担任固定嘉宾的真人秀《奔跑吧时尚》在热播，另一档常驻的综艺节目《萌探探探案》第二季又即将首播，人气可见一斑。在节目预告中，大家为演员张一山庆生，由 Baby 起调，结果太高音，众人唱得相当费力。其后宋丹丹问 Baby 你会唱歌吗？唱歌还行吗？ Baby 苦笑回应不太会唱。这时宋丹丹指着华晨宇表示让他给你写首歌，他绝对，他看见你就能为你写首歌。结果惨被华晨宇数落，姐，他刚刚一句都不在条上。不过 Baby 也不甘示弱，即刻反驳道，那你有没有办法写一首歌让我能在条上的？而华晨宇也为刚才的一番说话补货，写一首唱得比华晨宇好听的歌。真是口甜舌滑。萌探探探案是一档推理真人秀，每集成员都将以实习探员身份寻找真相、恢复秩序等过程中充满悬疑又笑弹不断。第一季播出后大获好评，第二季有了 Baby 与华晨宇两位人气高起的艺人加持，想必又会成为热话。